为了火烤的火随时保持有够用的状况，中华普提会举办关怀活动，希望号召正人做伙来关怀。普提会成员柯树林就表示了，关注的火敢若有几啊十天的保存期限，因此希望民众爱养成定期来关怀习惯，毋但促进身体健康，嘛会当让火烤的火袂欠火。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变较严重，和平将降低关怀意愿。中华普提会因此得来举办关怀活动，希望会当重拾台湾的火烤。其实我们这次主要办这个捐血活动的意义是说，有时候冬天会有血荒，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响应捐血活动。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，赶快拨空过来，我们在这边等你们为你们服务。我们今天奖项有吹风机、电风扇、卫生纸、沙拉油。还有洗碗巾，还有洗衣巾，总共准备了400多份。捐血的一律都有250cc 就有一份白米，500的话就有2份这样子。为了鼓励大众，普提会也准备了丰富的礼品要送给来关怀的民众。民众只要登记，关怀了后到登记的所在来摸彩，就会当早等于电风甲吹风机等等的大奖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新港采访报道。